来，饭团，叫爸爸。咱们就开门见山吧，我不图你钱，也不图你长相，我就想给我这俩孩子找个爹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你愿意为我付出生命？神经病吧，把我孩子都吓哭了。什么人呢？少爷，这都100多个了。喂，少爷，您失踪多年的妹妹有效了，马上把她带到我身边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啊？你让我长得好苦，我亲爱的妹妹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在孤儿院长大。谁是你妹妹啊？看着这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脸，你还想不起什么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他是、啊、该死的女人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你别过来啊！不让我报警！一家人怎么能打打杀杀的？我的十三 Pro Max， 拿去马上要变成凤凰了。你想要的都可以给你。嘿，你狗血剧看多了吧？小东西还挺有意思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外出。你这是囚禁，我要告到你倾家荡产。你有话好好说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你我手足情深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神经病，你剪我头发！哼，第一，你不叫问。我叫梁志。第二，我不是神经病，我只是心脏病。我管你是谁啊！剪我头发，你礼貌吗？你新来的，站住！少爷性情暴力，没有召唤，不得打扰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安分守己。该死的蛋糕，把它给我扔掉！少爷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蛋糕有什么错啊？少爷先天体弱，若是没有合适的心脏，很难活过25岁。所以他最讨厌的就是生日蛋糕。怪我倒霉，撞到枪口上了。心脏，妹妹，难道？少爷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我们抓错人了。什么？月星不是大小姐。为什么她和我母亲长得这么像？据说大小姐身上有块胎记，就在左侧肩膀上。把她给我带过来。她已经不见了。就算掘地三尺，我把她给我找回来。是。你是金鱼。够了，我亲爱的妹妹。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你妹妹了。是吗？你别过来。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，你去不了我的命，这下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可是越来越……想干什么？在我身边，别留下来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我离开？365天内，我要让你爱上我。不可能！从现在开始，我怎么说，你怎么做？你做梦！为我，该死的胡萝卜，你吃掉。喜欢吃完。该死的猫猫，晦气！少爷对猫毛过敏，请把周围的流浪猫全部清理干净。喵喵，你在找什么？没什么。别在我眼皮子底下耍什么花招。喜欢猫啊？不喜欢。那你身上怎么有猫的味道？我只是别紧张，放轻松。我也喜欢猫，把它换上。不可能！我说过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我很期待。你在干什么？
真是让人欲罢不能。有人吗？继续。前男友，你眼光真差，你口红花了。不过是我手下败将。我记得你不会喝酒。人总是会变的。可你身上的香味一直没变，还是我。别靠这么近，这是我的人。怎么迷路了？你还是穿不惯高跟鞋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就不能重新开始吗？跟我走吧，他根本不爱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他自私、霸道，限制你的自由，你就是他的傀儡。我跟你走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我能甩你第一次，就能甩你第二次。你骗我！我只是想让梁志扬尝尝挫败的滋味，没想到你这么好骗。现在知道该选谁了吧？按您的要求，我们邀请了月星的前男友参宴。就那种人，我勾勾手指就来了。不让你遍体鳞伤，又怎么会投入我的怀抱呢？那就是少爷的白月光。哼，好巧啊，是小姐和我撞衫了、就连发型也是。今天宴会你穿这个，我不穿。我喜欢，还有，是啊，好巧啊，哼，同款香水。我喜欢这个香味。啊，我才是他的真爱，你只不过是我的影子，是吗？可他就是不要你。哦，可是你的发型、香水还有项链都和我一样呢。他不过把你变成了我的样子。不要离开我。三个人的感情，总有一个人要退出。好啊，我成全你。不是说了不要离开我吗？他是白月光，我可不是盛帆丽。盛帆丽，我尝尝。这是月星小姐的香水和项链。少爷，林小姐一直在模仿月星小姐，要不要我？不要。我倒希望她能攻八火。你是我的红玫瑰。退出吧， yeah. 我看上的男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是杨哥哥啊。就这点伎俩，你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？啊！你不要脸！误会我？不，我就要你嘴里那颗。啊！坏女人不要脸！抢男人就得拿出看家本领。志阳哥哥，人家喜欢坐前面。好巧，我也喜欢坐前面。要我坐你下车吗？好久没有这么过瘾了。你以为他永远都会站在你那边吗？你可以试试。啊！救命！志阳哥哥，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哪里惹了姐姐，姐姐竟然下此狠手。你打的、看清楚了，这才是我打的。哇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